塞住了，好像。在这边。要用那个在那边哦，通哦。虽然这个很久没用，一定会塞住。那就每天要啊，没有用。没用。太细了。远的哦，早一点他进不了了。你那个没有调、哦。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假定你看啊，小心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。他就是注明你的跟板上面，这里要 bevel， 这里要 bevel 这样子，那里要 bevel 这样子。哦，先慢好了过后，然后他们的 QC 来检查，之后才切割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因为你看这个都是 K 嘛。啊。K 来讲，一般你要做 K。比较难做啊，在拍什么或者怎么样？他需要先把它 mark 下来，然后他这个是比较厚的，他就按照这个去处理这个。哦，再可能用 oxy 去。用 oxy 或用其他方式去做。切割再去做啦。嗯。